害人害己。对面最后一选手选了剑圣，这不是，哎呦，这把有点难搞、哦。这个 B 上呢，他最后别换狗头，他待会爆了把我害了。我希望这一个能有一。这个千珏的话，线上炸线千珏很难玩的，这个剑圣太克狗头了，直接标记。这把感觉要坐牢，他这手狗头选的。来杀剑圣，我给他挂印记了，成功。印记拉到了，哎，晕到了，是谁的技能晕了一下 ？W， 那还可以再打。再插个眼，别卡视野。其实，勾一下。这 W 管束也是可以杀的不？跳过去，先 A 几枪，再 Q 一下，钩子好了，钩，闪现救一下锤石，可以，补点伤害，哇，直接开局1300，从未有如此美妙的开局。直接挂诺手吧，锤石可以的啊，有没弹幕 V500 的，这把号发给你，你来玩。所有东西都徘徊于这维克托，有碎片在，他也起飞。刷一组野吧，刷不上，然后等印记。我头还压，现在剑圣可能还会去。我只要是知道这个诺手没闪，给个阳痿，别乱用技能呀，兄弟。标记一下 W， 减速他动不了，我这装备，随便点个几下他就死了。剑圣估计来了，没事他，别给 E， 别让他拽两个，换换，抱一下。直接往下走，我看看这个剑圣在哪，再标一下这个中路。下次你请，亲爱的恶狼。这个剑圣好像红开的。我印记刷到他的蛤蟆去了，这二到四层的话就会刷到河蟹以及对方的 F6 蛤蟆上面，他蛤蟆打完了，所以我们这个上河蟹留一下，留着养印记用。单杀，升一波四来吧，还差点经验。这下河蟹没了，我们就立马去上，没了立马去上，印记要刷了。用一下排除法就好了。没人能躲得过。四层之后五到八层的话就只会刷到对面 buff 三狼还有蛇人了，他这波蛇人其实已经刷新了，但是我不打，我要留着养印记。他印记大概40秒左右重新刷一次，我现在已经打完有20秒，我打完 F6 他就差不多刷了。再抓波中来，标这个剑圣的波，抓完这波中路印记应该刷到蛇人，等兵线过去。
随时去右边，把他往右边赶，挂 E 减速。好，印记要刷新了，也有可能在三了，看这波发牌员怎么说。发的操你奶奶，那就拉这个诺手出个气吧，等他把三狼打了，他就刷到石头人了。车给你留，你不叠 Q 吗？我猜是从石油人开始刷的。我操，我石油人也没了。那再拉这个诺手撒个气吧。你要不要吃兵线嘛？今天他要往这边来，兄弟。一跳走，把他一堵，拉他出气。又是两波线吃不了，他死两次再掉四波线，等于他死了四回，两波线就等于死了一次。我这波原本我不想杀他的，谁让这个剑圣把我这个野怪印记偷了。这层应该刷的红 buff， 我去看一下了。哎呀，别恶心人！你吃你的线去，差不多得了，差不多得了。吃线，你不会还在蹲我吧？等他上线，我们再出来。他还没上线，我就等他上线，我们再打。他又掉了两波线过来守红 buff， 他又等于死了一次。中单好像过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差不多得了。这个剑圣我感觉要避过来了，坏了，我觉得我会死的不？诺手也来了，我拖点时间，超过十秒没有，再拖一点，我回家泡澡去了，洗澡澡。哎，他闪现过来 Q 我了，这没办法了，我已经尽力拖了。这剑圣没闪没大，这不。那还行，感觉也不是很亏啊。这边好针对啊，我又没怎么，我就抓了他们一回而已，至于这样吗？那你搞我是不是打不过狗头了？是不是？在上面没眼，他把眼放在这后面去了。印记呼唤推线，标记十秒后才生效的。你好，你好吗？你过得好不好？直接七层了，该把他。印记能拿就拿，不用太刻意控。有最好，没有也没关系，先把先锋收了再说。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我有大的。哎，我这英雄还是不好打他的，没有硬控制。
需要来双铁板鞋，然后再来一个黑切。我其实装备等级都比他高的，但是没有用。我们这个英雄是吃普攻伤害，他有减伤跟 Q 等躲。这波应该又要刷到石油人去了，石油人要刷新。一个加护甲，一个加血量。他进来偷野了，我们身板比他脆的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我们野区留野。这个石油轮马上要刷了，来推线。直接给诺这个狗头拼心啊！快点，我要被针对了，快点！饿狼会追杀一些。是多少人呢？差不多应该上来了。我印记刷这边，他包过来的。来来来，这波直接跳脸躲外圈刮。再来个医学塔，这八层之后印记就只会刷到大小龙了。这波塔拆完我们得去下了，而且得叫上狗头一起来。来来下狗头，这把这么帮你应该听话，这把忠诚度应该很高啊。别吃了，来龙，养狗千日用狗一时，快点。这剑圣太克我了，打不过他，不好打。我得带个宠物来咬他。哦，那没事，那不用来了，他这不死了，我可以去吃印记了。我这把这么帮他抓，他必须得配合我。先搞个下路吧，优先标近战，因为近战跑得慢，然后再杀远程。他往右边走，我们再往右边追，这时候可以追这个远程，他马上要被减速了。再 Q 朵拉，然后五枪的头给他，一人一个，再吃个小龙的印记，十层了。你好壮啊你！这波不带宠物你都死了。上一波让他尝到甜头了，这时候让他清醒一下了啊！我这铁板鞋已经买了，黑切也成型了，那现在单挑又可以打得过他了。好像已经有两分钟没杀诺手了，接着去一下吧。去一下吧。中路要打架，他不能入侵野区了。呀，你的钩子咋变了，兄弟？他想瞄我，这波就放眼。这波印记在他们中单身上。我不知道这个剑圣有没有进我们野区啊？我这波血比较少。灯大结束，来个三环。哎呀，
我就感觉他好像在，所以给队友发了个信号，他们并没有过来。这个剑圣玩的挺阴的，他来个，想一下，这件出个什么好的？来个狮子镐吧，直接来个无尽好了。不行，还得是狗头听话一点。我跟他正常打，肯定是能打过他的，主要是我血少。剑圣有点贪的，我过去看一下。不要换印记，换印记他就知道我来了。他回家了，回家那就可以换印记到他身上去了。他待会肯定会开着传送门过来，所以随时在那边等。OK。又来个灯，然后我们掉头去中路，可以打可以打，这波直接我落后了，但是我没大的，先躲一下技能，我都 TP 过来了，我们留一下了，缓速减速到了，一定追，我就技能刚好给他秒，我有黑切在，要这么高的印记，这个点他咋大没打开呀、啊？走吧。剑圣要来了，我没什么血了。我们这个地形是有传送门的，所以他有可能会从后面杀出来。哎！赶紧给他秒了！我刚刚说完他就来了，别压线，有人落后的。辅助你打团跟我，我这个来个暴风大剑，再来把无尽，直接印记挂在布里茨身上，狗头可以开大了，来开搞开搞，这波所有人都得死。先杀女枪，先把输出点解决掉，剑圣传过来了，没事。他就在打我满血，这波他 Q 他残血去，声东击西啊！这剑圣挺会的，你看他思路挺清晰的。这个老六挺会玩的他。他蓝区的野应该还有，我看他没刷野直接过来了。不可能刷完野再过来吧？来个三蓝，还有个没刷新的，马上要刷新了。就说他出门肯定是直接过来的，他这波要走这边，我 E 可以双倒他，算了，误会。大龙直接抱团，我伤害无敌，这波标诺手，我买个表，待会儿就拖他的高原血统，他不是会喜欢我大招结束压起身吗？我让你压起身，我等我大结束我再开金身。来，你疯了是不是？
可以杀诺手，我这层印记在他身上，来。他要走过来了，拉扯一下，一减速。再来个大龙，哇，十五层印记了要。一般来讲，你看那个比赛千珏，打完一把之后能七层就不用，都已经很不错了。更不用说这种二十分钟十四层印记的千珏，这种千珏叫什么就不用我讲了。这边可能会有人传送门出来，我等一下。这剑圣走出来的，这不，要女生，他进得了，杀快了，啊，别出去，别出去，就在大里面，给他压起身跳舞。他这波压不到，哎，秒表多大？没这个表，可能队友全死了。我这么被他劈了血怒。然后 AR 这个表救了所有人，价值千金，这表太关键了。我这被他刷了血怒一触发，拜拜。应该死，死不了吧，凯旋回一口血，再见了，来个灯，拜拜。这种表弹哪里可以买到？我就知道弹幕在问，我只能说他绝版了，等他什么时候出复刻吧，再给你们推荐一下。来个红牛吸点血，改回剑圣吧，优先包标近战，近战好杀。十五层了。哎，人呢？臭小子，跟我玩捉迷藏是吧？点了，可以，这把千珏挺完美的。这把队友也挺配合的，只能说这把投资上路成功啊。这两个远程还没有上单伤害高的，这把狗狗给他养的饱饱的。